整个是湿的，对不对？超湿哎、欸。来，今天呢，我收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挑战，就是 YouTuber 们互相交换洗衣服。那这一次呢，参加的人选呢有尼克、酷炫跟我。哇，怎么剩下两个都是男生啊？感觉他们的衣服会非常非常的难洗耶。我们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说谁要洗谁的衣服。那我的衣服呢是给酷炫洗。你们看酷炫的签运是不是很好？那我今天呢要洗的衣服呢是尼克的，你要接哦？是你说是这群人的尼克对不对？你有没有反应的好？你有在这个世界上吗？ Yeah. 我们刚刚 Ray 好说我要讲，哎、欸，这是尼克的，然后我的助理要说怎么不是音声的？结果还一个完全没反应，你是宕机了吗？太累个了。然后为了洗今天的衣服呢，我还特别请我助理去准备这个洗哦。你看嘛，刺到我的手里面哦，超痛的，被戳到哎。好，然后还有准备了一个刷子，然后还有我助理他们家带来的一个洗衣服的这种盆子。所以呢，我今天呢算是准备的很周全，因为刚刚呢我已经有先打电话给尼克确认一下他给我的东西到里面放了什么。尼克说他里面呢就是放了很多厉害的东西，例如说他们家宠物的小贝贝要我洗，还有他刷油漆穿的衣服也要我洗，还有他老婆 Ashley 的衣服也要我洗。好险我真的够聪明，我提早叫我助理准备这些，不然我跟你们讲刷油漆的衣服请问我要怎么洗，我用手在那边搓搓搓，我被搓到烂掉了。好，那我现在呢就一件一件来开箱之后一件一件的来洗吧。我觉得打开应该会有一股臭味飘出来。我也觉得会，没有什么味道很正常。我觉得尼克也不是那种人啦，我觉得他不会把那种太难洗的给我，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首先拿到的不是衣服，是一封信。完成洗衣任务后才可开启此封信，未完成任务偷开信封者每次约会都会想大便。这样很好啊，这样每次约会都有礼物。好，那这里面呢就是尼克给我的四件衣服。我们首先来看我第一件要洗的是什么。哎、欸，这一套我也有，哇，一套一模一样睡耶！我闻看，啊，然后我怕我给镜头闻一下，我镜头闻看，哦，观众闻一下，哇，好香哦，这是人妻的味道，真香。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哇，哎、欸、哎、欸，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湿质的衣服啊，就是不要用那个刷子刷，就是这样泡水，然后用手搓，对，就按这边按一点，然后放进去这个水里。这样子搓就可以，就是像洗内衣裤一样啊。就教你们男生，如果你今天要帮女生洗衣服，希望你们很快会到那一天。先浸泡浸泡。第二件是 ，Oh my god， 尼克是在整我吧？哦天哪，哎，很臭，它有个尼克的味道，很像就是它有汗味在里面，然后没有洗过的那种汗味的衣服。沾的油漆，然后跟汗味、汗水的衣服。先给它泡一下。我觉得这边可能要需要洗衣板了。洗衣板是不是要插这样？类似这样，对不对？类似这样。还是我要这样。好，可以啊，反正会挡住吗？不要丑。好，来。哎呀，你看多脏！刚才 Ashley 的衣服的睡衣泡下去完全没颜色，她的衣服一下去就变那个黑水，一滩黑水。这根本刷不掉啊！是在哈喽。洗衣板比较好用。有洗掉吗？我不知道，感觉比较好用。但超累，真的超累。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真的很累，因为它是那个衣服用了水会变得很重，然后你要去拉那个衣服加水的力量，再加去搓它，很累。就我明天又要看医生。你真的洗不掉了，怎么办？有啊，它有洗掉一点点吗？没有啊，改用刷子好了。我觉得这件衣服洗完可能不能穿了。
觉得以前的家庭主妇真的是很辛苦。哎，我觉得有一点掉了。你有看那个泡泡粉色的吗？有吗？有一点点，看到吗？哎，有，它泡泡已经有一点粉白粉白。你应该根本在整我吧？哎，可以聊你给别人洗什么衣服吗？我吗？我给酷炫洗的吗？去酷炫的频道看。对，不要聊，我们要保持神秘。我给他洗得很厉害。一旦决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这是我的宗旨，给你拼了！好累啊！你还活着吗？好累哦！天哪，超累耶！我已经找到洗衣服的技巧了，大面积就用洗衣板，小面积就用刷子。但是我还是得说，还是超累。我们先把尼克的衣服先放旁边泡一下。我们先来洗剩下的两件，一个是一株的小贝贝，哎，其实蛮香的耶。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把头发扎起来了？因为刚刚那样，是尼克打球没洗的袜子。你要不要闻闻看？为什么？为什么要闻？为什么？帮我猜拳是不是闻？啊，猜拳。要很大一口啊！好，来。不，请闻。你要闻头，那我屁股。你要闻脚跟。你要闻脚跟、脚前、脚趾头，那是最臭的。为什么上面还有毛啊？里面有毛哎、欸！因为他们家里有宠物啊。好像是宠，所以有宠物的脚味跟狗味。对，大力哦，大力哦！有那么夸张吗？好，那我觉得其实它这个袜子也不难洗，就是怎么样呢？丢到这个里面一起泡就好。对，袜子的难度其实很低啊。对，丢到里面，而且它是黑色，好。然后再來就是一株的小贝贝。然后我刚刚闻其实没有很臭，就是一点点狗狗的味道，所以这个的话感觉，这个应该也不难，就是全部塞下去，塞下去就对了。对，这一盆就是满满尼克的味道。对，满满尼克的味道，就是尼克的味道。嗯，很好。我现在把他的睡衣再进行最后一次清洁。好。再来是一株的贝贝，贝贝其实蛮香的哎。尼克的袜子，哦，天哪，救命，好可怕！哟，搅完了就是要给人家洗到最干净啊，没跟你开玩笑。好，这边是洗完的区域，然后剩下最后这一件，再搓一下哦，再踹踹看。重新穿它了，就可以穿着它再去吃油漆了。那可不可以继续？哎，你的屁股整个是湿的，对不对？超湿哎，超沉。我没有看过这么湿的屁股。让我穿一下。你终于把它完成了，我觉得你很有毅力耶。真的吗？真的算没有毅力。你看我的手，看得到吗？我洗到整个手都已经皱掉，然后泡水，而且在发抖，就是你知道吗？用力过度。对，好烫，真的是超
超累的，我没有想到是洗四件衣服要洗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啊，好累哦。好，我们现在终于呢可以打开这一封信了，就是洗完衣服才可以打开的信。不知道是什么奖赏之类的，对，我觉得应该是里面会有10000块吧，我大家可以吃大餐之类的。淘宝台湾新用户专抢优惠，1元任洗四件，活动方式：下载淘宝台湾 APP 完成注册，扫描 QR code 或在首页小标点击进入商品页购买。新用户结账输入折扣码 TBTWEE， 付款1元，付款完成次日12点前在订单确认页收到兑换码。到全台任意全家门市机台输入兑换码即可使用。那我们刚刚那么累，到底在干嘛？其实1块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我们花了2个小时。对啊，我们比外面的工资还低耶。时薪0.5。好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在下方的自己留言，我会放链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啦。现在淘宝台湾就是有这个1元可以洗4件衣服的优惠，活动时间呢是4月6号到4月20号。那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喽，看到我洗那么辛苦的份子上，帮我按个赞吧。任何意见或者什么想看我拍的题材，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那我是雨琦，我们下次见，拜拜。你不要看我脚，我脚不臭，我还特别穿拖鞋把我装起来。你不要看他脚趾，不会让你们看脚趾。你们这些人想看我脚趾头，当我助理吧，你们。太没有。